大家好，我是林正杰老师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学校呢，利用寒假期间呢，做了一些新的粉刷工程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次粉刷的色彩呢，看起来呢格外的呢亮眼、缤纷。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粉刷呢，可以为我们学校带来一番新的气象。农历年节要到了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呢，跟家人呢好好的团聚相处。那在这边呢，就祝大家新春愉快，狗年行大运。